级汽车。守护朋友。哦，我的巡逻工作开始了。美食车亚米又在做什么好吃的？哦，是甜甜圈。亚米做的甜甜圈最好吃了。我好喜欢亚米啊。嗯，亚米真是个不错的美食家。完成。啊，酷宝太棒了。哟，不愧是最棒的工程师哦。啊，一切都很美好。哼，我觉得一点都不美好。你们汽车不应该说话，也不应该是我们的朋友，你们只是工具。哈哈，看我的无敌铁皮车，让我天才麦特博士来统治你们吧。出发。别掉下甜甜圈了。你是谁？不许动。雷克警长，你实在是太吵了。不过我有办法让你安静下来。可恶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需要帮助。小镇上出现了奇怪的铁皮车，被他击中的汽车都失去了意识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情况紧急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超级汽车要出发，出发，出发，不怕任何的危险，不怕，不怕，守护城市安全，拯救我的朋友，请相信我们。无敌大炮准备好，朝着目标的方向，炮弹炮弹发射，砰砰砰砰攻击，全部被抵挡。我的水炮弹对他没有作用。不好，他来了。我来吸引他的注意，你们去救人。丢丢闪灯光，警车加速向前跑，左边右边转弯，躲避你的攻击。哎呀，打不倒。我来拯救朋友们，快点快点醒一醒，大家保持冷静，我们不是工具，我们有生命。发生了什么？能量升级，你们一个都别想逃。这下可怎么办？高迪，攻击他的激光炮。加油加油，我变得更强大，快速瞄准朝目标发射，你的武器被击中，失去了力量。超级汽车在一起守护了正义，超级汽车
汽车在一起，让世界更美好。奇怪的狂风车。今天的天气真好呀。我也喜欢这样的好天气。今天的太阳暖暖的，可真舒服。阿丽。发生什么事了，乐嘟嘟？我的风筝挂在树上了，你可以帮我拿下来吗？没问题。不过今天没有风，不适合放风筝哟。你看，风来了！救我，阿丽！乐嘟嘟，坚持住！怎么突然刮起这么大的风啊？我可不能让你们享受好天气。让你们知道狂风车的厉害。小心，奇怪，到底是哪儿来的风？大家快躲到房子里，呼叫指挥中心。火！城市里出现了狂风车，你们看！救命呀！不好，城市有危险，我们要赶快行动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出动！超级汽车变身！大力神轿车，阿力！铁臂挖掘机，酷宝！飞天救护车，安琪！超级汽车，出动！大风吹，大风吹，狂风呜呜呜吹，汽车汽车天上飞。危险危险，快帮忙，长手臂伸出去，吊车咔咔有力气，大大个子甩呀甩，别怕我会抓住你，我来接住你们。大铲子转呀转，挖掘机的手臂多，哐哐哐哐准备好，一二三我全接到，救命来了。大翅膀扇呀扇，车来保护你，飞飞飞到你身边，紧紧抓住跟我走。大家都安全了吗？狂风车又来了，我们必须让它的风扇停下来。有了，用蜂蜜把它粘住。甩钩子，挥铲子，扇扇我的大翅膀，风儿风儿吹呀吹，大家努力别放弃。失败了。没事，我们再来。甩钩子。铲子扇扇我的大翅膀，风儿风儿吹呀吹，大家努力别放弃。他的风扇被粘住了，我们成功了。什么？竟然失败了？这不可能！狂风车，给我继续转起来！大嘴贪吃车，阿嘟嘟，你买了什么？不能说，不然明天就没有惊喜了。大家怎么都在准备礼物呀？你忘了吗，酷宝？明天是贝勒小镇最有趣的礼物交换日。大家用这种方式表达友谊与感谢，每个人都很期待这一天哦。哦，那你也准备了吗？当然。哇，这也太多了吧！不多不多，
这个给安琪，这个给亚米，还有雷克、高迪、小美。哦，我忘了准备旋风的礼物，我先走啦。再见。我也得好好准备，跟大家交换礼物。交换礼物？嘿嘿，我要把你们的礼物都抢过来。贪吃车，该你登场啦！哈哈。哇，今天可真热闹啊！送给你，乐多多。谢谢，我也有礼物给你哟。呼噜爷爷，谢谢你平时帮我浇花，这是我做的酱萝卜。呵呵，太感谢了。嗨，酷宝，你要和我交换礼物吗？等一下，难道你没准备礼物？呵呵，当然准备了，不过要等到天黑哦。哦，听起来很神秘呀。哎，我的礼物！嘿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我的礼物！我的酱萝卜！哈哈，他们都是我的啦！哼，好生气呀！肯定又是麦特博士在搞破坏，我们呼叫指挥中心吧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一辆奇怪的汽车正在抢大家的礼物。情况紧急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雪碧挖掘机酷宝，跳跳车库车妮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不是更有趣吗？有道理呀。没错没错。哇哦，我还是第一次穿鞋。你们看我，我是不是很美呀？